多晚了，别玩了，一会儿老爸来了。来，我讲的就是。行，你玩，我帮你看看。老爸，老爸，老弟还在玩游戏，12点了都。快，老爸来了，别玩了，老爸来了，快快快！噔快！是你个！还不能睡觉，该关手机。不玩了，不玩了。睡觉睡觉，不玩了，搞完一回。哎呀，疯了，甭管了，睡觉哎。我排位呀，排位，好排位，排位呀。烦死你，排位呀。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。老弟，你这样玩游戏舒服吗？我已经玩3个星期了，马上就习惯了。要不要把钥匙搞给你？你去踢一下老爸的屁股，我把钥匙给你。爹，我把你的屁股搞了，嗯？爹，什么？这次不算，我被老爸打了。这样。你再去打一下老爸头，我把钥匙给你。没事，老爸，我跟你讲，后面刚才打得太轻了，不行。给你钥匙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打一下给一把钥匙呀。老爸，你这样玩游戏舒服吗？滚！这样，你踢老弟一下，我把钥匙给你。别信他，老爸，你踢我一下，他就给你一把钥匙。你看这有多少玩锁？妈，你能不能让他们再把电脑锁到铁框里？你是魔鬼吗？老妈，你出来一下。老妈，我想让他们先把这个铁箱子打开，再把电脑锁到这个铁箱子里，再把这个铁箱子锁到铁笼子里，是不是更好？你到底是不是人？我不想再做一个认钱不认人的人。没事，你还可以玩左下角领分的游戏。老妈，老妈，别弄了，老弟又带老爸玩游戏了。等一下，你听我安排，你教训老弟就行，老爸看到自然会害怕。老爸，看到没？这就老弟玩游戏的下场。给我个面子，差不多就行了。老妈，我觉得可以把老弟的键盘收了。你动手试试，我忍你很久，很痒呀。我觉得哥说的对，还是把键盘收了。一下午没玩电脑了吧，难受不？要不要我把我的键盘拿给用一下？但你知道我的键盘在哪吗？在哪？键盘正在这箱子里。
我看你是逗我们了。停停！我对天发誓，如果箱子里面没有键盘，我天打五雷轰，猪狗不如。要是累了，就先玩会儿评论区你分类的游戏。吵吵吵！一天天吵死了。我说你。我来呢，本想让你早点休息，别玩太长时间，但我看了你这个苹果之后，我劝你赶快睡觉，别玩了。去哪儿啊？老爸，滚！老妈，你赶快去管管老弟，让他别玩游戏了。大晚上的，别烦我。你这老弟懒到什么程度了吗？他吃个苹果，标签都懒得撕。我操！说了不给就不给。老爸，我给你样东西。老弟，赶快睡觉，不然让你尝一尝脑瓜崩。我现在严重怀疑我是不是你们亲生的。来崩吧，来，来崩，往这崩，来。睡觉吧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脚不洗了吗？行，听你的。脸不洗了。行，你睡吧。给你们看一下老弟是怎么洗脸洗脚的。别这样，和老弟来硬的是没有用的，我觉得我们要用爱去感动他，然后改变他，所以让我来吧。老弟洗脚。老弟，是不是在玩评论区领分类的游戏？先别玩了，你脸还没洗呢。脚我给你洗了，你还要给你洗脸？你有病呐！你就不能像老爸这样刻在手里捧着，刻完了扔垃圾桶啊，对吧老爸？你看多气人。不能再让老弟和老爸这么懒下去了，老妈，我觉得我们应该用爱鼓励他们干点活。这是老妈给你们准备的游戏，罐子滚到几百拿几百，想玩不？想玩把家里衣服都洗了。
老家没有网，你这电脑带回来也是废了呀。要不你帮我做两件事儿，我帮你把电脑连上网。你发誓？我发誓，连不上网，猪狗不如。第一件事，去跟老爸来一个比这还狠的碰杯。老爸，进去。第二件事，等会老爸睡午觉，你去把老爸吓醒。你是老爸亲生的吗？辛苦了，老弟，快来看我给你电脑连的网，快看。一个龙虾网，一个推网，双网覆盖。如果这两种网都不行的话，那你只能玩左下角你附近的游戏了。